大家好，我是小晴画画。我们已经画了好几个不同形态的燕子了哈，我们再画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是什么样形态？我们先点头部啊，头部呢还是要藏锋，虽然是用侧锋，但是还是要藏起来把笔锋啊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态？画出来它的脑门儿、脑部、头部，然后呢画背部，看啊，背部，紧接着就画它的后面那个翅膀，然后就前面那个翅膀，哎，你看，然后呢用这个棱，它是这个尾部，剪刀尾，好了。最后一步，我们用这个淡墨去勾它这个什么呀？胸腹部啊，这个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小腿啊，大腿。然后呢，再画它的嘴，嘴巴呢，我们就稍微用重一点的墨，把嘴巴给画出来。你可以用好几支笔啊，因为你看你是想不想用这个点个眼睛，想不想用这个什么啊？你要是不想洗的话呢，你就用好几支笔；如果你想洗的话呢，就拿好爪子。我们看哈，这个爪子呢，它是怎么样啊？站到地上了。所以站在地上了哈，啊，最后一步我们就要用这个朱标，点一下腮斑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小燕子就画好了。